你不要水这么往外面流了，这个不行。凡宅井，不过挡得到门，你到门前面弄个井。凡造屋，切记先筑墙，墙围并外门不难成。就说你做公司的好点儿，家里不要先筑围墙再盖房。你看，包括北方盖房，先盖房再筑围墙嘛，是吗？但是公司的那大那个，还可以，你把厂子现在地儿先往对那个可以，你家里不要重盖。凡大门门上及两边墙壁，只要大小一般，不要那个围墙，一边高一边低的，两边正好。说左大不换妻，右大不换。说大门的柱子都要，和小门柱子都要落地。还有门上门不要比墙壁要高，这就不一样。门口有水坑。家财、邻居、大户当门，五道出门，墙头出门，长臂人论。这个不要有柱挡着个大门，特别一个树不要堵独树。我们以前我们租了一个店铺，做以前开餐馆，我母亲那时候没事儿开餐馆，餐馆开个门。后来呢，他这做西餐通的啊，后来这儿呢，人家那个安那个标记，他说西向东，安了标记，我们就没开了，我就转给我一个苏北一个姑姑了，苏北姑姑了，他们夫妻在那开的，我一个苏北姑姑在那儿开着这个，干啥？出事了啊！出事干啥的？是通天吗？标记本身讲的这样的，也就是这树还有说现在不多见，这种才标记嘛，市场嘛。所以说家里也不要门口正好有独树，这就不行。我们家知道，我们家地好，没有往下接着干。正南或者东南都不太好。还有那个交叉路口，人口不强，就路相对。那个城里人嘴是什么的？啊？就是墙头进门。你那个墙头，你这个墙头出了门，这都逼刀了嘛？或者你个直墙这个门，这都是成逼刀了嘛？哦，逼刀是吧？是不是？这肯定成逼刀了嘛？进破坏。对，成逼刀了嘛？哦。所以说不要这个四路十路，我在江苏徐州有沛县，沛县人会喝酒啊，那地方会害怕，所以他们一句话就是全国人民都喝倒，沛县人民还没喝好。他喝酒是拿着这么大杯子，当着往里倒一杯，一倒，那我本来酒量可以，但那儿把你们想象的就是。我那个朋友，他以前在那儿当副村长，现在又是佛教协会的会长，去那儿。他当地有个宾馆，那个宾馆呢，当地很好，他是这个是宾馆的大门，这也是路，就是宾馆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人不少，但是肯定不好的生意，不能聚财。但是再好的生意，所以说四边都是路，众路相对的，不行。败。另外在河北石家庄有一个张坊县，他这儿有一条路。这儿有条路，它是个宾馆，另外这有这条路是正门，最好
这都这都没房子，在这没房子。这也另外有什么原因？而且是路通这个门嘛，最早是个厂子，这个厂子不要路边爆崩，崩死两个。后来改成宾馆，没生意，四楼是空荡，比较空荡。我也是没下去看，坐着吃，坐着吃咕噜，你要那个大概问我这个这个怎么样？这肯定要做生意。这一回所以说家里不要有神色封门，容易招病。门下出水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农村特别这种情况比较多，就是开农村的大门里嘛，就水从门上那么流嘛，就是这有一口儿浇上去就好。神色封门是什么意思啊？神色封门前面有庙啊，或者神色就是这种门嘛，神色封门嘛。要不那个有的是一个村里或者一个大地有那个宗祠嘛，这个是不是这样的？这是能招邪气。水路衙门也是，这个就是不好。那个门不停水是什么意思？门柱？这个就是那井水进来了，那个门路那井水进来也是不行的嘛，就是那个就打有井。啊，这是不行的，招邪气，阴井就注意，井邪气阴气比较重的，地下出来水。啊，你这个井要不用了的，填起来。填就行。对，多少个填满？填满就行。不用，你不要，如果是个好井，就是常用过去的井，好井，你说你家边儿有个井位是好的，你看村人用的越多，哎，那家山很好。后来用了沾水的。那井没人用了，大家才不行。没有，那堵就行。对，填上就行。空着不行。空着不行。空着不行。井空着不行。对，给它填上。盖上就不行。盖上就不行，那气还在往上流。填上。哦，就是阴气往上。所以说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大事就是门珠也不行了，门前植物都是一定的。门前有垂杨树，这是不是讲杨树很阴的？这是阴树的格局。信方开门及这个有这个西泄或者开仓之地的，这都不行，都在那里。但是你东河北这个信方开门还真不少。但是信方开门，而且他们还都是贵山丁，内向的贵山丁比较多，河北这边。东北是鬼门，或者怪异。这次去河南，我弟，包括去沈阳那边找地，所以很奇怪的事。沈阳那边找地，很多人他占了这个沙，是吧？这边大北边，他们就站那儿，什么都没有，大风吹过来。他们家的两个闺女，四个儿子。老大老二老四找到了，老大是闺女得病的，就是瘫在床上，家里都他们哥几个穷不死，就一个唯独一个老三呢，老大家包括儿子一次登出车祸了。这是坟地是阳宅？这坟地啊，翻官地啊。老三呢，他们地在老家是在沈阳下面有一个叫什么园儿，长园儿是叫什么园儿吧？叫什么园儿？下面有一个地方。老三呢到沈阳去了，他老婆是沈阳的，老三，唯独老三稍微好点儿，做原先做过工，所以说咱们这是重新要找地。他们做的地很奇怪，他们老大呢？和他以前老二呢，原先本没的没立碑，他们自己立个碑，你们找人看是立碑，而且立了个字，
思，我就给你贡献了。我说背谁来的？没找着累呀、啊。说我们自己他自己在那个背。零工资。啊？零工资。那是二十年了。那是二十年。这是刮出来的。他那个爷爷辈儿啊，娶了一个大老婆，一个小老婆。大老婆二十多岁死的时候没欠着那个，但是一个背的那个。二老婆呢，那些字儿，所以说他一个人娶了两个老婆。他爷爷呢，现在呢挖出来的时候呢，只有头盖骨是好的，其他都拆了没有。他那个二老婆呢，都是蛮好的，骨头都蛮好。再不动，连头都没了。他那个老姑父呢？他说这个地方很好，说你这后面去找什么地，跟他当地风俗习惯不一样。说找了地，我们这终于找地，找了地方，哪有那么好？这个周边稍微好，因为在这儿，这样正好在这儿将我卖下来。你这找什么地啊？这不两个是空吗？这两大房子，这个三两千都没有过来吧？你这儿交代下来，这肯定就够了。你这找什么地？就是这个老夫妇的老概念，我们这个才好了。父母最早四百多这个，他认为这就好了。他们东北人认为就都喜欢当大头，把发上顶的，就是这种地儿挖出来都是他们的地，站出来都是石头片子，都是大石头挖出来的。也把土都封住了。哎，我们早上这都是红土。当时看，哎，很奇怪，这个都是山，为什么你这这外边都是红土啊？全是红土。这工人是厉害，这早上这都是就是净土的红土。啊，他老夫妇很犟的，他那个工作习惯很奇怪，观念很难改变不了。他非要站在大山头上，他非要那个是什么的故事没有？而且他们是被阎王上天土。把他们那家那个找老祖吧，那个坟天特别大，盖这个房子那么大，每年都想降出去。越加高越不是，越高不是的。嗯，东北人是不是爱这么做？东北人就爱这么做啊！每年都想降出去。我说行，我这次哥，我做好了，我们穿起来，我们把地方先穿起来，穿这么个围着穿起来，我说。就这加那么久，就别往上加了。你加满了够，但是一两年够你往上加，加了，往上难不了了，你不加了，要高。我看见这边，而且他们新占了那个地呢，他那个棺材在这儿，那土呢，这边风老多，老差，连风土都封偏了。这个棺材那位置在哪儿都找不到，在这儿，就这么问我。哎呦，太可笑了！这有意思的是，那盆间坟位都没找到，这个棺材在这儿嘛，一直放到这儿，天天在这儿拜。对，年轻们来干嘛？天天哪儿都不知道。哎，说起来那个可笑事儿太多了。这个，去河南啊，看地。这边啊，这你看这个娘家这儿，那个后面一房子，这儿这是东北啊，怎么这个一个茉莉就贴在房子里面，这是土房，这个位置呢是后盖，后盖呢，这出了这门口呢，是一个前面的房子。就这个地方，这是个大疙瘩，疙瘩这边，这边这个房子啊，还到这儿来了，再从这儿，就盖了这个房子怎么样？这是前面房子，这是只能从这儿过来的，再从这儿弯上这个没铺的，要从这个地方。冲他门吗？冲门啊，这里也冲门啊，也冲门啊。
这个位置养了鸡鸭，原来这个东南这个养鸡鸭这个东西穿在这个方面。东北是坟。哎，东北是坟。他家有一个坟。后来呢，去他祖坟，祖坟这边是山，在这儿，这边有个山庄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靠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坟上面还三个老大树，怎么的？三棵树在那坟上面立着。我这个地不用看，我相都不用立了，像这种地肯定是金字塔两败。我说项目不看，我说不用看，我说不用撤，撤了不就撤了。这种地，我说我师傅这么教了，这种地不用了，直接按先撤。我说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地上呢，什么前后什么都靠不了。这个地下呢，这个山，你说这个前面有山也行，它就这边还有水，这个出气口儿。项目兄弟，直接看就行了，直接按先撤就完了。你看啊。这是一，这个宅用家的宅用肯定不行，是吧？而且容易出车祸，是吧？这个让你知道清楚。东北不止生育什么，他儿子跟媳妇儿结婚怎么年就是怀孕，是不是？有阴气，他不动的，只生位置啊。还有一个地是在。河北唐山，他在也是东北会场那个两店安的很高，他家两个儿子去山东拉货不去货一块儿去，好在他有一个儿子还生了一个小孩，很小，留了一个种子，东北的。过来，快点走。所以说，风水有时候确实很可怕。这个不用讲了，你要去那儿，你自己看看就行了。嗯，对，自己看看。哎，上周再来一下。对，再来一下。这个自己看一下就行。这个是长梦知识。对。开门见山，见水，见树，见河。
上上个月的时候，哎。